中外参事人员合影留念，关亚改设科瓦里2018野战生存联合训练。中国海军陆战队凭实力赢得荣誉。中新网三亚9月9日电关亚飞上文斌，9月6日晚参加科瓦里2018中澳美联合训练的14名中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顺利返营，标志着此次联合训练圆满结束。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员携手27霸王花，凭借过亿的综合素质收获了荣誉，赢得了外军同行的广泛赞誉。蛟龙无惧极限挑战8月28日科瓦里2018中澳美野战生存联合训练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约克教半岛东海岸的凯恩斯翡翠岛拉开战幕。科瓦里联合训练旨在提升中澳美三国军方合作友谊和信任。据悉，这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第五次举行野战生存联训。翡翠岛原始丛林金色密布，山势陡峭，并时常有鳄鱼出没，险要地带还悬挂着探险遇难人员的照片以作警示。当地居民视之为死亡地带。海上皮划艇训练，关亚被射山的行军。关亚被射如果害怕，可以随时退出。开训仪式，主办方对所有参演队员提出安全建议。中国军人从不退缩，面对诸多挑战，中国参训队员们没有丝毫退却。开训首日，第一个训练科目是峡谷跳水。正值冬季的澳大利亚，河水冰冷刺骨，不少人站在数米高的陡崖上望而却步。中国海军陆战队女兵陈琦主动请缨第一跳，当她纵身跳入激流的一瞬，冰冷的溪水灌进耳朵，全身瑟瑟发抖。她奋力浮出水面时，全场都向这个中国女兵竖起了大拇指。在塔达利峡谷进行的瀑布悬崖滑降训练，全身湿透的张荣约滑至一半时被青苔滑了一跤，肩膀重重地撞在悬崖突出的石头上，瞬间他浑身直冒冷汗，眼睛黑成一片。可想到前排的外军队员已顺利完成训练，他强忍着剧痛再次尝试，最终顺利滑降到谷底。训练结束后，同行们看到脸色苍白的张荣月时说，还以为你坚持不下来。中国军人很勇敢，澳军教官赞叹不已，在这样情况下还能这样标准的完成训练，了不起。同台竞技打起友谊桥梁采访中，中式扬名有的一枚美军臂章吸引了记者注意。在激浪漂流训练中，美方一队员跨在激流中难以上浮，杨林友不顾个人安危，奋力将这位队友拉出水面，推到岸边，最终成功脱险。远足训练中，杨林友还主动帮助外军队友分担负重。连续结束，美军上尉罗根将自己的臂章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向他表示感谢与赞赏。海上25公里皮划艇训练中，狂风巨浪裹挟着皮划艇在波峰浪谷间艰难前行，数个小组皮划艇出现故障无法前行，随时可能出现险情。李明森与澳邦队员密切配合，帮助其他小组队员修好皮划艇，使他们成功完成了训练。外军队友感叹道，中国军人不但勇敢勤劳，而且完成任务最好，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军人。在联合训练的篝火晚会上，一套少林拳让中式白友红着实火了一把。他虎虎生风的拳法和飘逸自如的身姿令各国队员拍手叫好，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中国功夫。女兵张梦用流利的英语为外国朋友讲西游记的故事，八剑一曲友谊地久天长，掀起了篝火晚会的高潮。大家手拉手在沙滩上纵情高歌，瀑布悬崖滑降训练，关亚北社学习狩猎方法。关亚北社当联训总负责人澳大利亚斯文尼准将看完本次联训中国军人的表现后说，中国军人专业刻苦坚韧不拔，从不抱怨，他们的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据中国代表队队长赵辉雄介绍，海军陆战队作为国际化兵种，执行海外重大任务多，在练好军事技能的同时，特别注重对瓜兵意志品质、精神风貌、外交礼仪等方面的训练，展示了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实力赢得尊重和荣誉，不分国籍、不分军衔，或愿训练。来自各国的30名参训瓜兵在凯恩斯极具挑战的环境中接受各种训练，共同完成任务，首次代表中国军队参训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圆满完成了各项训练科目，并得到同行们的一致赞许。澳大利亚考伊少将说，三国的军人在士兵的阶层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这是本次联训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在和其他国家的军人交流中，我了解到中国队员都是非常棒，非常勇敢，联训中无论什么科目都是第一个上，对团队的协作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我注意到之前的联训都是中国的陆军士兵，今年是中国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做了很好的准备，在各个训练科目中都想争取最好的成绩，展示了中国军人良好的形象。联训的目的就是增进三国之间的了解、合作和友谊，他们亲密无间的交流就很好的诠释了此次活动的目的。钻木取火，关亚本是美国驻太平洋部队诺布尔少将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互之间的交流，把所有出色的士兵放在困难复杂的环境和地形中，他们会很快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在很短时间内团结协作完成设置的各项任务。我认为中国的参训队员是很棒的，我在太平洋部队期间经常会和中国军队联训，他们都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军人的精神，特别是今年参加联训的队员，他们更加出色。澳大利亚陆军51营营长卢瑟福说，中国海军陆战队有很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悍，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优点。对于此次联训，中国海军陆战队副参谋长陈卫东表示，利用这个军事交流的平台，可以增加中国与澳大利亚、美国陆战队之间的交流，对我们陆战队演训活动有非常大的意义，同时也能向国际展现中国军人良好的作战技能、心向和素质。